在大理固定搭配的是苍山和洱海，他俩像是永不分割的一对，祝福着来到这里的男男女女。确实，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情侣来到这里，在苍山洱海间晒着自己那满满的甜蜜和幸福。无意间，这里成了一个超级露天摄影棚。苍山规定了它4122米的高度，洱海设定了它129公里的周长。四季如春的宜人气候，让姑娘们总能穿着婚纱拍个一整天。此外，它还有灯光师打不出来的光线，置景师做不出来的背景，甚至还提供免费的群众演员。